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Hello， 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自然地图依旧是《亡灵战争之腐化危机》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好了，咱们上期已经是那个摧毁了那个腐化生物的老巢，然后再继续咱们的任务吧。看一下这边下去应该是一个实验室，应该是他们的实验室，小心点。我的天哪，哥哥，这里有好多什么？没关系，士兵吗？没关系，他们进不来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，这个好大！这家伙是什么？被感染的护卫兵。他脚底下好像还骑着个什么东西啊？他们腐化躯体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小心点，这家伙会远程的，打死了，走。先看一下，哇，退后，左边有危险，注意走位，你别挡在我前面行不行？这个走位是什么？我没有走位。然后这个生命之辉它其实攻击力很低的，就他那个右键那个技能，生命恢复那个技能挺好用的，你看他攻击力很低的。哎呦，对不起，这个家伙，这个血肉模糊的家伙，箱子里面应该会有一些什么东西。空的，钻石币，都是空的。对呀、啊，走吧。速度，小心点啊！被母体感染的战士，前面还有一个，死了，走！塞啊，傻子个鸡！你说前面会不会有一个大 boss 等待着我们？我看到了，这什么？未完待续。未知装甲腐化体。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这家伙好硬啊！对呀、啊，一下就把我给拍死了呀！小心点！OK， 生命之辉，加个血。我又是一个那个。小心点，不要被他碰到了。OK， 到这里就没了。坐着他地图的话，就暂时只坐到这里。嗯，对的，因为坐着是个学生呢。先看一下附近这里能跳出去吗？没了，确实没了。来吧，咱们就结束这一期了吧。这期好短哦。对呀、啊，等更新了再继续吧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。